好，大家好。其实我今天是跑到 GMV 的坑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后来就跟朋友聊一聊之后，反正就决定今天来翻译 GMV 点 TW。然后那就感谢 Kirby，就是修正很多那个原本 GMV 点 TW framework 的东西。然后两位 Kevin，然后还有 Sam，还有很多其他朋友就帮忙翻译这样。所以今天这个还没 deploy 啊，就是在 local host 而已。然后就是现在上面有。原本只有中文的按钮，然后现在就是多了英文的按钮，然后就有耶，很多东西还没翻，但是他们其实已经翻了很多，只是还没放上来。对，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一个自己看，还没有 deploy。